复合的事情你想怎么样了？有必要这么着急吗？有。明年我就去瑞典读书了，要2年，有7个小时时差。我知道，没关系。我擅长远距离恋爱，而且我可以经常去看你的。好想好想好想你啊！要不然我下周去看你吧。欢迎光临。